我哋要赢得呢场比赛。大家好啊，咁又翻到我哋明爱嘅比赛。系啦，咁要去到 band pick 嘅画面。讲啲斩啊，斗斩啊，斗斩，千记，好中，千记上去。咁就一 first spot 啦，飞龙马冇入到场噶啦，咁啊首先由波比一马当先系打紧呢个嘅负骑一套啦，咁啊首先系收下咗呢个伊利斯嘅人头。我一个闪现避咗呢个神嘅嘲讽，只要甩埋去咗落个手通度，老细又一个打三个唔系啊嘛，兵战支援上嚟啊，咁啊蒙住呢个神啦，咁最后神啊，最后都系。大脚呢个位置，我完即刻截住佢哋啊！星哥咧晕，俾人晕咗，然之后有只神出嚟神抄嗰个核突，但系伤害到佢都换唔到打。然之后老声收咗神嘅克里斯坦，跟住呢个嘅我完正。恭喜呢个 EW 攞咗我哋嘅呢个准决赛第一场嘅赛事，但系呢个时候见到呢个布朗嘅大技都开咗，而呢个嘅加布最就跳咗入去，已经用咗个斗技场运咗三个，但系呢个时候剑亦都系上咗去噶啦，但系剑亦都系同老生一齐同归于尽啦，呢个嘅贾斯同埋真啊，最后亦都要死喺呢个布奇手上，飞侠攞咗我哋 BOB 第二场嘅赛事，亦都系代表就系进入咗呢个决赛。